Hello, this is Beijing Daily Treasure Hunting Channel. I'm Beijing Daily. 大家好，这里是北京大爷淘宝记频道，我是北京大爷。Today is Wednesday, March 24th, 2021. 今天是2021年3月24号，星期三。Let's see what about today.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买了哪些东西。First, a hat. A hat, and the market price, origin market price, $100. I just pay $1. That's a brand is Dobbs, Dobbs, the Fifth Avenue. 首先第一件是一个帽子，这花了1美元买的。这个帽子的品牌是 Dobbs，第五大道。这个品牌还是比较有名的。那么这顶帽子在一手货，就是新帽子呢，大概应当是在100美金啊。我是花1美金买的啊，这帽子还比较新啊，所以这个家里现在已经买了这个帽子有十好几顶了吧。1美元，随时可以更换一下。像我现在戴这个帽子呢，也是1美元买的啊。现在正好天热了，戴着正合适。这是一个，第二件呢是水晶啊，一个水晶碗。这个水晶碗呢，它不是这个切割的水晶，它是这个模具啊，就是这个。磨出来的水晶，所以它没有像那个切割那个水晶啊，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光滑，但是也还是很漂亮。大家看一下，也还是很漂亮。这个碗也足够大啊，一共花了2.5美金。而且这个水晶碗足够厚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厚度，足够厚。Okay, the second items is a crystal ball. I just pay $2.5. The third. A crystal tray, $2.50. It's a card crystal. 第三件呢，这个是一个叫一个水晶的长盘吧，这个水晶呢是切割的水晶了。这个摸起来这块就不一样，切割的水晶，这也是花了2美元50美分买的。下边就是一摞盘子了首先介绍一下第一个，这个盘子呢，刚开始看还是比较咋呼，比较吸引人。这个是日本的碟子。日本的碟子呢，它这个厚的这个吸盘儿，就是保护这个套儿，是香港做的啊，看着还比较漂亮，看着还比较漂亮。但是如果要是仔细看呢，其实它中间这个龙啊和这个云呢，好像是用这个橡皮的印章啊先印上去，印完之后呢，再用手绘一下。工艺是这么做的，这个是2.5美金买的。This plate made in Japan with a pewter. 下一件呢，也是这个一个碟子。这个碟子就比较好看了，整个是手绘的。
这个是花了1.5美金买的，This plate was hand painted. I just pay $1.50. I think it was made in Japan. This plate is very pretty. $1.50. It was made in France. 这个碟子呢，整个是手绘的啊，看起来还是真是很漂亮。1.5美金吧，这是一个法国的碟子啊，但是绘制的呢，还是很好看的，放在家里头。下边这个碟子呢，也是手绘的啊，人工手绘的，而且是比较老的碟子了啊，画着一只鸟。而且这个碟子，年头比较长了啊，1.5美金。This plate also hand painted, $1.50. It was made in 1971. This 碟子是1971年生产的。Just 50 cents。这个是50美分。这次买的东西呢，跟以前有所不同了。我经常逛这家店啊，以前都是说的按整美元这么算，1美元、2美元、4美元。但是现在呢，它的这个定价策略这几天变了。变成这个，1.5美元、2.5美元，其实这样来讲呢，对于买家来讲呢是更划算的，因为你这个1美元到2美元，要说这就翻了一倍了，价格翻了一倍了。但是如果这个价格标的是1.5美元、2.5美元，它就介于一和二之间，按说起来这个价格就更实惠一点。Okay, this is all I bought today.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my video. 好的，这就是今天我所买的东西。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